知不觉，王者荣耀到现在经历了快4年的时间了。在这4年的时间中，无数的新英雄、新皮肤上线，而王者荣耀中的新模式也是越来越多，可玩性也是越来越高。但是对于玩家来说，最主要的还是排位了。王者荣耀中排位上分也是非常困难的，而皮肤却有着一定的属性加成，能够让玩家更容易上分，尤其是一些限定皮肤，还有着隐藏的加成，让你能够在排位中如鱼得水。不过在这4年中，虽然王者荣耀变了许多，但是不变的却还是天美的套路，相信大家也都发现了。在最近这1-2年中，王者荣耀中皮肤上线的速度是越来越快，就比如说今年的居然是5款皮肤，这可是以往不敢想象的。而且现在每个月都有好几款新皮肤上线，而且充值返利的活动也是越来越多，积分夺宝打折也是时常看到，还有那种点券抵用券，无一不是在勾引着玩家疯狂氪金。在这个月月初，王者荣耀就返场了一款限定皮肤，那就是裴擒虎的梅西。这款皮肤的颜值自然是没得说，画风和手感也是非常的不错，但是价格也是非常的美丽，需要888点券，而且这款皮肤也能让许多梅西为爱买单，所以这款皮肤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，有不少的玩家都入手了这款皮肤。毕竟错过之后，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